走进去就要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就不用钱了，你要走进去就要付门票。对啊，可是我妈不是不要。啊？哪一个？坐在那个门拍啊。啊，你送都行啊，我不知道那个门是什么样。啊，就是景福宫啊，好，你们在，老公你先帮我们四个拍一张，然后。他有写字哦。没有啊。后面那个有。后面哪一个有？那个比较高的，上面有写字。哇。比较高的，你要拍高吗？